他的战绩为二十七战十八胜。而我们的红脚选手丁二丁苗，他的身高为一六三，体重为五十七公斤。他的战绩为二十三战十七胜。接下来将会有请到我们场上裁判洪继光。 好的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龙 MC 云之夜的比赛现场啊！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四场，也是唯一一场女子之间的较量。是的，看双方一上来呢，就是也是展开了对决。丁苗呢，他应该是打过非常熟悉的，是中国队打过中外对抗赛啊等等的大赛。嗯，今天他的对手是变哥啊，姚志春，好，双方倒地。 现在是丁苗，我们看到是拿到了其中的位置。丁苗呢是之前呢也是长期的在泰国进行训练，是，同时呢他也是在缠斗的方面呢有非常高的水平。是最初的时候他应该是以这个泰拳做起，然后慢慢的我们看到现在随着比赛的深入，他地面的缠斗技巧也是变得越来越娴熟。啊，姚志春现在是，好，有十字弓保命这个位置。 小心啊！但是姚志春这边也是做了攻击啊，所以说丁苗现在想挪开，想挪开。是的，想挪开。姚志春在下位呢，逃脱还是相当的竭尽全力。立刻，我们看的是要十字弓，拉十字弓，拉这个是拍了，拍了。比赛结束了，哇！这个比赛是一场肃杀，第一回合。 比赛啊，这确实是太快了。是第一回合，我们看到十字弓，十字弓，非常精彩。为自己的这个教练呀，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摔法，没错，来庆祝啊，是一个很特别的庆祝方式。那么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云之夜当中，见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女子比赛。 在这儿的话，恭喜丁苗，同时我们也是要把掌声啊送给他的对手杨志春。哇，好的，各位现场来宾、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这一场我们现场唯一一场女子组57公斤级的。 精彩对战，在我们的第一回合，1分13秒，由我们的红方拳手宁老二丁苗用手臂十字步降服获胜。为现场朋友，让我们响起掌声来送给我们的红脚拳手丁。 好的，各位现场来宾，紧接着将会进入到我们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。我们将会非常荣幸的有请到我们颁奖嘉宾，来自于上海运龙。